八号风球正在悬挂，天文台会视乎风力的变化，考虑在星期五的下午六点至到十点之间改发更高的风球。在恶劣的天气下，其实仍然有不少人紧守岗位，就好像政府飞行服务队，除了在台风中出动协助救援，他们为天文台能够向市民提供最准确的气象资讯，会出动定翼机前往台风的中心侦测最新动向，相关的数据会即时传送给天文台作进一步的分析，为大家提供服务。